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编，又到了每个礼拜的台版活动的改版资讯分享的时间啦。那如同大家之前所知道的，这个礼拜更新除了会呃有这个新的签到系统之外，还会推出一个叫做火纹样。但是台服呢，它翻译的名称就比较特别一点了、啊。它原本在以前天堂的时候是翻译成帕格里欧，那这边呢，它就翻译的比较特别啊，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个。 蛮特别的一个动作，它把它翻成叫帕拉格里欧哈、哦，如果昨天有看看这个天堂 M 的粉丝团官方粉丝团的话，你也可以看得出来，他们不是用这个，不是用这个名称哦。所以新的名称不管怎样，它就叫帕拉格里欧。那简单来说，不会有人去讲这个字，所以你就讲火纹样就好了。好，那这个纹样系统呢，后面啊、哦，后面会再跟大家讲哦。那首先是签到系统的部分。 那这个的话，一样是以三十五天为一个轮回，然后你可以看到，现在这一次的这个这个每日签到里面全部都是送叶子，好，前面两个礼拜是送三百片叶子，然后后面拿到是这个兑换的卷轴，就是视频兑换卷轴，然后呃视频兑换卷，然后后面的话在这边第三周是四百，第四周跟第五周是五百页，那这边的话第二十八周有一个箱子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二十八周这个叫闪亮视频箱。 就是你开起来之后呢，来我们看一下，你会拿到这个轮梯式耳环、史奈普戒指、守护徽章，呃，跟闪亮皮夹克哦，它它是所有道具各一个哦，哦，就是你所有商品商城里面的装备，商城里面卖的这个这个饰品装备都可以买，都可以拿到一个，哦，然后再来三十五天啊、哦，第三十五天就是第五个礼拜。 会拿到一只蓝娃，那这个蓝娃有什么呢？你可以看一下，这边都是比较稀有的稀有啊，巨人格林、黑长者，这个还好，斯科巴女王还好，飞龙阿鲁巴、丹迪、谢利拉拉啊、哦，所以如果你有卡池，比如说你可能丹迪、谢利拉拉还没有拿到的话呢，这一次活动就可以有机会去拿到。 好，然后连续签到奖励，每五天就五百个叶子，每十天七百个叶子，这样子循环。那如果这个循环结束之后呢，你会拿到每天就是五百、五百、五百，所以基本上这个叶子啊、哦，送送送的呃非常爽啊、哦，送的非常爽。然后再来是第二个神秘商人，这个神秘商人他就是会在特定的时间啊，他会特在特定的时间，然后出现在某个地方啊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啊、哦，活动期间内就是四月二十四到五月八号两个礼拜的时间。 活动时间是每日凌晨开始到晚上十点半，每隔两小时会在五个地点随机出没一个一个神秘商人啊、哦，每个每隔两小时哦哦这样子的话是几小时呢？总共二十二小时嘛，那所以就是会出现十一次啊、哦，每隔每隔这个两小时会出现在呃随机一个地点出现这个分身。 然后每次出现啊，就是二十分钟。如果二十分钟之内没有没有干掉那个分身的话呢，它就会消失。那你再看一下哦，他这边说，不论有没有打死分身啊、呃，消失后可以和神秘商人对话，并且这个购买商品。不管他出现这个你有没有打死啊，反正他都会出现这个神秘商人就对了。哦，那这个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他容易打架。 嗯、所以大家自己就注意了。然后神秘商人会出现的地方就包括这几个：巨蚁洞穴入口、古丁地间、象牙塔、修炼地间，就是银骑士村那个。然后还有伊王国、海鹰村的这个。然后他可以买的东西，这个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棒。啊，你可以看一下前面三个的话，我觉得是必买。二零一九的这这个二零一九元金币，这三个我觉得是必买。然后再来下面这个变身抽卡箱，这个我也觉得是必买。这一个跟这一个。 变身抽卡跟高级魔法娃娃抽卡这两个都必买，然后时间补充宝石的话呢，我是觉得古代精灵墓穴买就好。那如果你有再去一般地间打宝的话，你再再买。那抛弃之地基本上现在看不到任何的宝，连南部都封印南部都不会掉，所以我觉得抛弃之地，除非你要练等，要不然基本上可以先略过它哦，先买其他的。哦，那当然这个看大家自己的等级去做选择喽。 好，那这个我觉得是蛮佛心的一个活动。那再来看下一个分组角色转移服务开放。那简单来说，这个就是小移民。所谓小移民，就是你自己在自己的分组里面互相移民。那跟目前其实现在也是在小移民的状态，所以这个我就不特别去提了哈。然后再来是纹样的部分哦、喔，帕拉格里欧很老舍哦，就是火火纹样。那火纹样的话，奖励部分你可以看一下哦、喔，增加负重奖励。 然后远距离、近距离的这个攻击跟命中，然后还有魔魔攻，这个是它的主要增加的能力。然后如果你三十阶之后可以去启用这个绝对属性，但是你必须要花钻。我看一下，它没有写，官方没有写。这个的话，每每一个绝对属性要启用，它是属于几率性启用。那你要去花钻去这啊不对，应该说花祝福点数去解锁这个属性后、哦、那至于是多少，可以去参考。 呃，伊娃纹样的，好，那要注意的是，它是几率的，它是几率启动，几率解锁，不是百分之一百的解锁。好，然后你可以看一下绝对属性一，是 PVP 近远距离伤害的魔法附加伤害加三，然后无视无视近远距离的魔法伤害减免加三，这个是第二个加五，哈，这个是加加五是第二个，然后绝对属性三是 HP 吸收，那其实应该很多人会选择这个 HP 加三啊。3, 然后再来，我们看最后一个有纹样就一定会有祝福圣水的这个组合包啊，反正就是一定要让你充纹样的啦啊！如果没有卖的话，可能还会被玩家骂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它这个卖的时间是四月二十四啊，两个斜线多打一个，到五月八号。那商品的内容就是这样子。如果你是买这个大的组合包呢，它就是两千钻啊，两千钻的话可以拿到两个大的圣水，就是两千个祝福点。然后中的圣水的话是。 三乘以一百就是这边可以拿到两千三，然后还有一个高级溶解剂。这个高级溶解剂是，呃，这个是凑数目的嘛？只有只有给一个，只有给一个发挥不了太多效果。 啊，只有给一个发挥不了太多效果。好，那这边是没有搭龙钻的，这边是没有搭龙钻，它纯粹就只是卖卖你水而已哈。然后这个是凑数的，然后再来祝福的圣水组合包呢，卖你一千钻，这个我就觉得比较划算啊。这个大的是让你怎样，呃，让想要一直冲的玩家去去冲的。那如果一般玩家的话，买这个就好，买这个中的就好了。呃，中的里面呢，它有五个这个圣水啊，就是五百啦，五百。 中的就是五乘以五百嘛，五乘一百就是五百嘛。那金币的话，还给你五百万啊，五百万这个存下来以后，开黑暗骑士的时候，呃，你会用到这些钱，五百万。然后龙之钻石一百颗，啊，光龙之钻石一百颗价值就已经是一千两百钻了。所以这个的话，一般玩家这个是必买。然后如果你要再充更多的话呢，再去买大的。好，那以上呢就是这个礼拜的这个。 呃，更新内容非常的简单。那我建议大家啊，神秘商人这个一定要去把它跑满啊。虽然说每一次只要出现神秘商人的地方，附近都会打架，打架没关系。如果你进去之后，你发现在打架，东西赶快买一买，赶快飞，没关系。那以上呢就是这次的活动介绍，到这边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